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瑞秋阳，今天要带大家跟着我一起来品尝高雄三民区的新大港香肠大肠，大家跟着我一起出发吧。
要安全。有的安全就签了。准备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别忘了订阅、按赞、加分享哦！感谢您的收看，我们下次见喽 ，See you。